这家是老城老街内底的法国小吃。是啊，即卖即行是法式鸭胸嘿。法式鸭胸哦。哦，尼泊老师厉害。好，啊，这节瓜。这节瓜嘿。节瓜要甲法式鸭胸夹做伙吗？无，迄是分开的嘿。分开啊。两项菜，啊，加多人客多好当。哦，啊，你改这个是啥？这种法式鸭胸吗？对，这是川料川货的。哦，用川料的啊。对，啊，多好两份节瓜要起来。哦。啊，这就是表面的焦糖化哦。表面焦糖化。对，吼，伊本身就糖分就有够啊。啊，利用这个铸铁锅的烧度吼，哎，互伊外口安尼焦糖化，啊，内底吼，其实内底是内底个保留原味。嘿，啊，伊是上。加表面俩。外口是烘的内底是灰啊，因为伊本身有水分嘛。对。啊，又利用铸铁锅伊的迄个热力穿透吼，远红外线，互伊胃内底吼。伊家己，伊是叫家己内底水吹较熟个。哦。啊，我节瓜吼，因为本身好食，我只有用盐、甲胡椒。加用盐、甲胡椒就会使，本身就做好食。本身就好食。啊，即啥？啊，即种大条个，我都用。胡椒盐。哦。卖个鸭子，啊，即节瓜是要放喺度个啊？放喺我个迄个餐盒内底。哦。嗯、你们是一份节瓜的，对对对。好、哦。啊，你们哪里来？台北。哦，台北哦。对。啊，台南东西好不好吃？才来第一天。才来第一天啊、哦。嘿，唔多来，我拢惊讲要细条的节瓜切成拗骨。啊，切成会安那？拗骨啊。哦，所以叫新鲜。再去用所的台农，搁去用标记。对啊，所以马上加着对话了。哦，爱大条的我才会出。哦，大条才会出了。自己吃掉。哦，啊，这出啥？啊，这是吼，迄个鸭胸吼，我讲迄是情侣组两个人点。啊，我会加这个放，而且放爽的啊，无算咧滚来滴。哦。啊，迄个因为这鸭吼，这龟会留迄鸭汁出来。啊，所以来进这个面包刚好。啊，用迄个胖甲竖起来，我用鸭油来烘这个胖，烘这个胖，对，鸭油内底这个物件就是我本身吼，胖料加减会大过嘛，哦，啊，捌久啊，煞变胖料油安尼，煞变胖料油，你讲只的胖料的，人加减会大，是，啊，所以变安尼来煎就对啊，很牛切，很牛切，切啥物物件？切鸭胸。阿兄啊，这法国餐厅吼，拢无一定加咧现场食，哦、因为迄个食道吼无水，伊过会当停食，啊，我现场食有人客，哦，现场食有人客，法式的熟度啦，三种色，白色、较色，啊，内底粉红啊，过一个一口这桃红色，哦，所以要三种颜色就对了，哦、白色、粉红加中间是红色啊，那个对啊，啊，这组人客是较专业的，所以我就较加出安尼互伊，啊，无一般拢是全部粉红啊色。哦，是哦，大部分的，啊，现在人家专业的，都有人问啊。哦，啊，就讲这是法国食道，法国式的，啊是，正港法国的。啊，我本身这个基底，包括我的迄个鸭胸酱，拢是法国的方式啦。因为这项物件古早是因贵族哦，怕辣的时阵掠到，迄个去怕迄个候鸟啦。对对对，贵重的鸭，真正电鸭，所以因咧拍的吼，所以迄种鸭本身应该是三比八啦，啊拢金毛拢加定的，所以法国的鸭胸的标准吼做甲足清，因为迄种是你小块较细的伊就无味啊，啊但这台湾鸭吼，阮会晓做好较细。啊这什么鸭？这台湾的。台湾什么鸭？伊无讲啦，但是我讲应该嘛是樱桃骨的鸭种。樱桃的鸭，桃鸭，樱桃，台湾鸭已经做好食啊，做好食啊。啊，你片迄鸭皮、迄鸭胖着，一边切一边着做出来。片啊，敢那咧乱笑，叫其实唔是啦，我是家里做无起来。迄当阵做家里前领导吼，迄种物件食落会饱，啊，观光区煞无受欢迎。啊，你这是啊，即个是一分吗？几条一分啊？几条一分300块啊？啊！同款的品质咧，法国餐厅，吓死人个，单点都千外块，啊，搁无几条。是，诶，啊，这是变哪来吹啦？遮哦，遮伫咧新隆街哦，海岸路顶。新隆街甲民权路中间个海岸路安就对啊。对面就是最先进的市场。哎，了解，好。